你讲702包厢要，好啦，我已经在门口啊。嗯，奇怪，子琳哪会约我来遮啊？啊，无听伊讲伊爱唱歌啊。张新董事长，来来来，请请请。今日哦，是阮头家特别感谢你所举办的庆祝活动，啊，我是今日的 DJ 啦，所以请你哦尽情点歌，大声欢唱，释放你所有的压力。是安怎要感谢我啊？而且搁找这么侪人来，安尼我也足感激的呢。李静，来啦。虽然我的歌声不是真好听，啊，不过为了表示我对你的感谢，今仔日不管你要唱什么歌，我拢自愿做你的合音天使。你莫安尼讲啦，足肉麻的呢。而且我也无参加保养品展啦，恭喜恁双方拢展出成功。啊，不过恁莫甲我舞到敢那主角同款，安尼我也足无自在呢。你当然是主角啊！保养品展，你伫上关键的时刻出现。成功解救子琳，因为我的守护造成的伤害，你是阮大家的女神。就是啊，迄天哦，你是上大的功臣，大家拢做感谢你的呢，一定要邀请你来参加。医生，多谢你的神救援，鸿运公司哦，才无出局。你敢不知你伫台顶啊，讲出遐尔真心、遐尔感动人的话，鸿运品牌变作是全场最注目的焦点。这两天哦，我就在通路上打电话讲要跟我合作呢。想不到我无化妆就上台，阁会当有销路哦。安尼搁爱保养品要创啥啦？你真水，而且你的水真有个性。你敢知影你的小麦色的肤色均匀发亮，真正替阮保养品哦做真好的宣传。多谢你，医生。你莫过来啦！我即马哦，上惊你这张面啊！我是要甲你解释的，真正是我态度无好，害你失去自信。也毋过我即马想要甲你讲，即马的你真水，你毋敢是外表的水，而且因为内在善良，由内而外闪闪发亮，你即马已经真真正正变成一个女神啊！你讲的敢是真实的啊？你敢会是搁予高冠达附身啊？绝对不是啦！我这个美学专家会当替伊的话甲你挂保证。若是你无反对，我搁会当替你打造一个运动女神的形象，予你去做运动品牌，也是高端健身房的代言人。到时阵哦，世界拢会是你的看板，你的第一名都绝对袂输予子琳。浩宇。你嘛加入灵魂交换的行列啊？哟！我保证，浩宇讲的哦，绝对是真心话。顶个你上台的时阵，你机智勇敢的反应，才是我熟悉赵应行。我希望以后你都能采取安尼，真诚的面对自己，你外表不需要由外人来评断，自信的女人最美丽。就是啊，迄参照迄情海乌贼王，迄嘛是同款啊。伊外口有遮尔侪冤仇人嘞，嘛是同款，四个咧把妹无往不利啊。哎呀，好啊好啊，我即马正式宣布庆祝会开始。阿叔，暖场，唱歌。啊，点歌点歌。我就无爽快，嗯，帮你点。最近我目睭哦，常常咧酸涩，无爽快。是文文发现，所以伊就摕一罐眼药水给我，伊家就大心了呢。我本来想讲，文文去浩宇家做工课，应该一切拢真顺利。我嘛真替伊欢喜，想袂到代志竟然变到安尼，而且伊即马要讲一声离开啊！唉，
其实伊的能力一直拢真好。即届是我甲伊误会，才害伊失去理智，做唔着代志。啊，不过伊的出发点拢是为着浩宇，唔是为着伊家己。芷玲，你的肾管毛病又搁发作性，而且搁传染给宝宝。照我看哦，抄袭这种行为根本就无值得原谅，这是智慧财产权的，恁大家哦，嘛拢莫搁替文文讲话啊。文文是我的员工啊，而且这届真正是因为我的客户案，常常无满意，文文为着跟我斗三工，才会安尼做。虽然我事先唔知影，啊，不过我是伊的头家，我应该要负责。所以今仔一趟，我来请，恁咪是 S。所有的损失，我嘛会负责交代。赞，这就叫查甫囝有担当。浩宇，你做代志果然是光明磊落，不怪倩倩这样信任你。今摆我阿姐阿静，给你当作个好心同款。今摆小石头是因两个人最大的精神支柱，我希望你有闲爱加去陪。这是当然啊。我爸母拢无伫个啊，除了一个阿姨，金东的夫人甲小石头，就是我上亲的人啊。你还有一个阿姨，我拢有听你讲过啊，什么人啊？我嘛拄仔甲伊小林无偌久尔，伊是月升饭店的头家娘，最近才对美国倒来。哈？你甲伊有亲戚关系哦？英俊。咱最近到月升饭店就有缘呢，咱不是怕说要伫遐办婚礼。芷玲，伊甲燕君要包办婚礼啊？是啊，我惊伤害着你，所以唔知啊要安怎甲你讲。哎，即马你知影，你爱来哦？我当然会去啊，你是我的亲人呢，而且我已经想清楚啊。感情这种代志是袂当勉强的。燕君对我来讲，只是囡仔时的偶像。我甲我的少女心、脆弱、甲无安全感，拢寄托伫燕君的身上。我会伫遐尊讲，燕君若是爱我，就会当弥补我所有的缺憾。啊，不过即摆我已经想通啊，所以恁包办婚礼，我一定会去，而且我阁会大大方方送祝福过去。安尼实在是足好诶呢，今日诶好代志哦，又加一项。我拄仔歌已经点好势啊，大家当开始唱歌。坐伫遐诶蓝总监，你拄仔毋是有报名讲要做和音天使？那咧头一条歌就麻烦你甲赵映新董事长合唱，恰。呜！啊，进来进来进来，来来来来来。浩宇，多谢恁大家特别为我办这场庆祝会。本来我的心情就歹的，啊，不过今麦好真济啊啦。是讲芷玲人有够好诶，刚刚要求文文前先甲伊回信咧，啊，不过我是感觉伊伤过软心啊。若换作是我，我一定坚持提告诶。每一个人拢应该有第二摆的机会，敢毋是？我知影你的意思啊。无毋对，我就是咧讲你，你应该知影。大家拢已经原谅你啊，只是你家己唔肯原谅你家己，你才会自我封闭。看到你敢行出来，站伫个台顶讲话，你敢知影这对子玲的意义有多大？伊看到你会当振作起来，你看到伊家己的产品热销，更加欢喜。啊，不过过去我敢像伊同款，坚持不爱认输。我做真侪离谱的代志去伤害伊，我根本就无值得伊原谅。我约你做伙行，就是想要找机会甲你讲，
你的心情我会通了解，因为我有遮多遗传疾病，过去我感觉我根本就无资格讲讲感情，根本无资格得到幸福。你哪安尼讲啦？你这么缘投，搁温柔，卡苏连你拢认为家己袂当得到幸福，那安尼外口遐个渣男，伊想搁凭啥物？这嘛是我想要对你讲的话。其实你真优秀，你有资格去爱别人，你嘛在咧互人爱。我是一个有缺憾的人，我定会对我的未来感觉无助。啊，不过我嘛是爱克服恐惧，勇敢行落去。咱两个人互相鼓励，好不好？浩宇，你真正是一个足温柔、足温暖、搁充满正能量的好人。真正我认识你的时阵，拢无发现你有这优点。可能是因为我迄阵啊头脑无啥清楚，心嘛也未拍开。起码才认识你这个朋友，应该无算伤我哈。咱一开始确实是真爱叫啦，你无把我当作渣男就好。我知影你袂见我的便宜，虽然咱做朋友，敢那有淡薄仔怪怪，啊，不过对象是你，我阁无感觉奇怪啊呢。可能是因为我敢那无把你当作是查甫的。欸你安尼到底是甲亏，还是你甲我乌了啊？张云清，你抱我已经抱真久啊，应该放手啊、哦。我袂啦，我今麦就脆弱诶，你让我加抱一下嘛。好啦好啦，为着我已经习惯做人诶好闺蜜啊，你爱抱偌久，交你抱啦。等浩宇这么久，想不到还有人介入。当初是赵云星自己不爱浩宇的，现在每一个人都来抢，我根本一点机会也没有。欸，赵云星，跟你要说一件事，你后摆心情若是不好，一定要打电话。卖门关的，家己也想袂开，啊，你是小朋友哦，搁打勾勾，帅气度拢降低啊啦。无应该要哪做？真谢了，多谢多谢，多谢恁愿意搁予阮机会。好，好，我会伫一礼拜内重新提案，感谢你。你总算出现啊！环境安怎？浩宇，是的啦，我真正唔知影去拖累着你，我只是想要斗三工，想袂到会为你甲公司遮遐尼大个麻烦。文，我知影后壁会个代志，你是为着要甲我斗三工，只是着急才安尼做个，徛伫朋友个立场。我真感谢你，啊！不过徛伫公司的立场，你安尼剽窃别人的创意，这伫业界来讲算是犯着大忌。加在指令无对调，厂商嘛愿意阁予咱机会，若无这效果真正不堪接受。浩宇，我真正就是的，请你原谅我好不好？你无需要甲我回信的，你应该去甲指令回信的，
这件代志造成伊真大的困扰。子林愿意既往不咎，是代念我甲伊的交情，还佮伊对我的信任。你若去甲回失嘞，我相信伊原谅你的。不爱，就算我去甲伊回失嘞，伊嘛袂原谅我。而且严格来讲，我嘛无算是偷摕伊的创意啊，因为我确实有甲宝宝讲过类似的想法，所以你要讲我是完全抄袭伊的 idea， 这是唔对的。我无遐尼歹，你爱相信我。你到即马还讲唔肯承认你家己做唔对代志，搁是咩硬拗？这真正连我也看袂落啊！喂，你若坚持无要去甲子林回失嘞，安尼我可能无得继续甲你留伫公司啊！伊要甲我开除，我所做的一切拢是为着你，为着公司呢。结果你今晚竟然讲你要甲我开除！我给你三天的时间，我希望这三天你冷静一下，好好反省。假使你想通啊，万一去甲子林开始嘞，那呢？你会当继续回来上班，我会当作一切拢唔捌发生过。你若是无愿意，我可能真正请你离开啊。那无我无法度向子林交代。我无做唔对代志，更加无可能去回失的，因为这一切拢是宝宝陷害我的。伊怨妒我跟你行真远，所以把所有过错拢送回我这来。我才是真心想要跟你斗相共的人，是安怎你甘愿相信伊的话，你嘛唔相信我？还有子林，伊嘛是因为受到伊的西人才对我有误解。讲到因为我较早是一个罪人，我捌做唔对过代志，所以我讲的话拢无人要相信。浩宇。我对你的心意，我为你付出的一切，竟然呢，因为宝宝讲的几句话，都拢抹杀去啊！你真正让我超伤心的。